现在要带你们来吃东西了。他家的蛋饼不是外面那个粉做的，他的蛋饼叫做米蛋饼，然后还有一个很在地的口味。你看那建筑物也有点特别，就是老板娘自己打造的。然后他们家辣椒真的很好吃哦，都有吃辣。你从小吃到大喽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从小就是吃水煎包长大的。啊，这个建筑物都是老板娘自己就是设计的。喂，嗨，老板娘，你好。嗨嗨嗨，哇，你们家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哪里啊？设计师自己打造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哦，海边搬回来的。那木头不太大，只怎么搬的吼？可以啊，车子把它拉回来啊。厉害厉害厉害！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。啊，听说你们家很厉害，就是这个米蛋饼。我们今天的安排是帮你们定制那个尾鱼的哦，高级的。出来这个是这个皮就不一样，这比较扎实一点，都是一样尾鱼的哦，都是尾鱼，都黄鳍尾。一般那种尾鱼哦，它的肉比较不会那么多，这是新鲜的新鲜的尾鱼，对啊，就从那边捞上来煮好嘎进去的，不是罐头的，很扎实的，所以它味道不太一样，它的皮就比较 Q 一点点，柔软，嗯， Q Q， 然后香气会比较多，他在地吃了几十年，还是忍不住。很对啊，你想帮我讲。啊，有时候我们这个老板娘还会有隐藏版，还有隐藏版。就如果可能有他躲在里面，太大了吧，装不下吧。老板娘躲在里面。我是蛋饼，喂，我那宝贝喂。就是有时候隐藏版可能有捕到最打猎的章鱼，也有哦，章鱼烧口味喽，对，蛋饼，也有龙虾蛋饼，龙虾的，对，看心情啊，对，不在乎成本就对了，对，这个营业时间是卖完就没有了，所以大家尽量早一点来吃，它5:30就开了，先来吃，吃完然后再去船上再吐出来这样，喂，开玩笑的啦，太疯了。拜拜！吃饱了，我们在富冈街哦，走一下。这一条就开始就算是富冈街了，大街了哈，最热闹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地方不大，但是我们这边藏了15家的餐厅，21家的民宿。看出来那个牌子是什么意思吗？很多鱼游回来的。导览的过程中，大家一直说要买鱼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呢，就是跟我们的船长合作，还有我们在市场有标到的鱼，我们就是处理好之后，就是哦，从这里寄回去。对，你回家的时候鱼也到家了。这个大姐是专门在处理鱼的。对对对，她会杀鱼。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厉害的鱼吗？这号做白大鲲，白带鱼的舅舅，你看起来歹歹，但是伊食起真正好食，鲜鲜香，好好食。啊，你若卤猪肉、三角肉、麻肉，还是风味无同。那个比较像大城料理哦，像柯寿良他们那一个村庄就是以这个专门吃这个。对，我们这边这个是灰心啊，这个灰心啊，哎，蛮贵，这大贵的。这号炊啦、猪汤啦、红烧、炒麻油就拢好食。啊，这都是最厉害的，人讲欧嘎邦一个才多少钱呢？称公斤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只其实365块而已。哦，这么便宜。啊，你这样子开始多久的时间了？我们今年。什么叫做我们？嗯，我们就是有一点关系，有点门，就是你女儿，阿妹哦。富冈不只是一个渔港，我们希望能够打造给年轻人一个回家的一个港湾。我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地方成长，而且跟在地大家都有那个连接。在地出生嘛，在地先靠奔头，所以我都希望说他在哪里跌倒，但是我们从我们出生地爬起来。好了，差不多就好了，不要哭了。对，好了。其实他做了7届的里长，后来就改变说我们也是可以介绍这个地方，让更多人认识。那其实，在长辈带导览的过程跟介绍社区的过程中，他在路上走到一半就掰咖呢，到底是骗我的眼泪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强迫我要接棒的感觉。我这两条还有。这个再给我2包，所以这个是刚刚好可以寄回去。谢谢客官。
这间是什么厉害的地方？这个是一个干妈店，这一间店啊，在我们小时候打过仗的那个老北北，他就开了一间干妈店，专门在骗我们的小孩子。他活到102岁，哇哇，对。编织的产品都是长辈做的，上面这边看到的这个帽子，也都是长辈卡的。再来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个。来啊，这一根是什么树啊？这个是构树，构树结构的构。心情吗？不是这样子，我等一下会教你。不是打这里啊，我们要取它的皮嘛。我们这样一边打的时候一边滚，每一个面筋都要打到。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七个咚咚锵咚锵，一起去拜年。然后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这样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金蝉脱壳了，要飘，哇！把它剪开，然后变成一片。他现在再把这个再打扁，对，再把它打的延伸。我们是打裂不打破，知道的。我们抓不准。你打下面去斩呢？我的。他的还有一点，你的怎么了？这差不多了吧？好，我量一下，跟我们的木柄差不多长就可以了。这个帮你托夹拨一下，托夹拨，拉一下，托夹拨一下，会不会拉的会裂掉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不会不会，这延展性很好。好，那我们这时候会教你们组装。像我平常没有在工作室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在那个长辈照护站那边陪长辈聊天，对，还有给他们一点课程。不然其实老人家。会老很快，啊，不然你刚刚看海看海看海，看个动工的，对，啊，我每年都帮我们这边的照护站的长辈拍像写真集，还有大合照纪录片，啊，真的是每年你会少两三个人，对啊，有时候很感伤，对，很感伤啦，很感伤。然后我们会有这样的效果，就是开灯会在杯子里面开灯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包起来，晚上就会发亮的很明显，一闻啊，香哎，然后客人都闻这个。哦，很想吃，我说真的不能吃，你们真的是跟阿美族一样，你什么都可以吃，什么都能来吃。我以前都不相信路边的野草都可以吃，我跟他们在一起久了，真的是发现，哎，路边的草都可以吃，什么都能吃，对，厉害。他现在包树皮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包这样拉一下，要这样拉一下，撑一下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这样撑一下，包起来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我们哈7岁就可以报名了。如果你们没有成功，我们会吓到。但你如果不成功的话，就从这里坐车往北40分钟，是是，就成功了。成功证，成功证。也是，真的40分钟。哎，我好像包来不错。可以，很漂亮哎。漂亮。然后这个就是可以从这边开灯，然后晚上的话就会比较亮。对对对，你看打开了，对，这样。哎，很棒，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对对，包皮这件事情我还是有一些了解。是是是。其实我们每次收的这个费用，其实有大概20%是回馈给社区，也希望可以创造当地的循环。太棒了，好有意义啊！花枝丸好了，花枝丸来了，吃了，谢谢谢谢，又要吃了又要吃了，体验一下体验一下。这就是刚刚那个里长自己搓的，很烫哦，很烫，真的很烫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也吃了。它是不是有？它有爆汁了。它外面就是。有抹奶油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它烤完之后有奶油香哎。这个是胡椒盐而已啊。那个我没有看过花枝丸会滴汁的。你吃到里面多汁，那个脚那个肉很大块。哎，真的很嫩很香，好赞！你看多浓郁。哎，气炸完之后超脆超香。真的，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开海产店，还有在板豆。我们家的小孩的婚宴都是她做的。哦，她很忙。自己炒完菜还要换礼服再上台，丈母娘来支持一下，好好好，容易容易，啊，两边红包哦，爱注意哦，会爱要乖嘞。这个只是点心而已，嗯，等一下我们会去2022500盘的得主，真的，在富冈有，大家都不知道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们特别帮你预约了。我们现在去的那一间叫打卤案，阿美煮的餐厅，然后是一个公寮的意思。公寮这个东西在原住民的生活是一个休息的地方。
然后我们现在进入的看右边就是我们绿岛，那个是绿岛，绿岛，我们绿岛的距离就是这么近。我们现在要吃饭的地方就是眺望绿岛，眺望海边。哎，好漂亮哦！对。等一下我就请我们的老板来安排，好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谢谢你们来玩。然后我，你是会往那边走吗？啊，不是，那是绿岛的路走。小礼物要送给你们，这个是我今天穿的袜子，龙年，龙年的，然后来富冈，叫做龙来富冈。谢谢，谢谢，谢拜拜，拜拜，好好吃饭哦，拜拜。你好，老板，姐姐有帮我们订了，预定了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这漂亮漂亮的，真的，这是今天的食材就对了。对，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品尝一下你的料理喽。好，这边请啊。哦，这边请的。瓦萨比还没调好，不然那真的都可以直接的哦。哎呀，中秋节到了呢。对啊，烤肉烤得这么厉害。是啊，人家的那个烤肉感觉类似有在做这种类似像蜂蜜啊或者什么腌制的。那个是酱，原住民它的烹调的形式本来就最简单，腌制啦、烤啦、煮汤啊，就大概这样。这个都已经是配合我们一般游客消费者他的需求跟喜好哈，慢慢做一些改变。你看，像山上的族群，他就一定会打猎啊，对，他就会有瘦肉、野味、海螺啊、鱼啊，就是靠海的民族的。嗯，这种感觉好像不是那种下雨天会爬出来的那种蛙牛。那个我们先吃。吃掉了，甚至的今天，因为那是蝸牛大餐，那个阿妹煮是最喜欢吃的，我们会说是陆地上的牛肉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你们直接烤吗？哎，很多方式啦，烤也甚至煮汤。其实我高中毕业就到都市去了，以前唱民歌就会一直想要拥有一个民歌餐厅，后来开一开就倒了，又跑去做帮模，做了好几年再回来才想到，哎，这原住民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哈。阿美族他很会唱，之前李明德应该是阿美族的，一半，他一半的，他以前也在我们店唱过，哦，也唱过，施孝荣老师，上礼拜刚去过我们高雄店，哦，你在开了几家？林口。林口高雄，高雄，还有这边这样。这个就是飞鱼飞过来下了蛋又会去，那么厉害呢？所以这个是那个豆腐飞蛋，不，飞鱼卷，飞鱼蛋变成飞蛋了。然后外面加柴鱼片的那个炸过啊，是，香气十足。然后飞鱼蛋呢，非常的爽口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然后吃下去真的是，哎，飞鱼蛋爆炸的那种感觉。对对。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个跳跳糖？有啊。不要，好吃，这道菜厉害。这道锅感觉，哎呦，大有来头哦。芋头丝，对对对，因为这边靠港哦，有一些海鲜，是那地瓜啦、芋头啊、小米啊，这些都是原住民的主食。哇，它慢慢的剥，它热度来，它要慢慢的。对对对，他们这个就是渐层式的，是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化解。其实我们有看到它的料，对，有鱼肉，对对，是有那个小卷，还有虾子，重要它有番茄，所以这锅汤它一定是那个鲜味是很十足啊。芋头丝它慢慢它就会比较融化在释放到那个汤里，对，哎，最那边还有南瓜，哎，就是原住民常吃的一些食材嘛，就都放在里面，很浓郁啦，很浓郁。哎呦，给我一只小卷，小卷，好，一定是非常非常细腻。哇，那个芋头的味道好浓哦。对对，这样，哇塞，是不是香到一个极致？哦，那汤真的是。我觉得浓郁啊，我觉得算是蛮多层次的，就是有这些海味、鱼鲜、鱼鲜的味道，但是你有了芋头跟那个蛋酥，这个汤的完整性更多重，是我，但浓中带鲜呢，它的芋头炸完之后是有那种芋头酥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我有点蛋酥哈，好，这个汤真的是，
北投高汤哦，真的好赞好鲜哦。有空来富冈玩，耶！世家园是不是？就这里。嘿，哎呦，有我们的青年正在。这个是什么鸡哦？除草鸡是不是？哦，这一片很大一片呢。对啊，这是不是不好顾啊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我们威廉哥、坤哥来到我们。年轻人，哎，这个季节还有吗？台东的释迦有很多种啦，是主要的大宗就是传统释迦。跟凤梨释迦果树大部分一年收成一次，但是我们台东的大木释迦一年可以收成两次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才回乡的。哦，真的，一年可以赚两次，一年可以赚两次。对对对，大木凤梨释迦的话，它是副热带果树，所以它只能在冬季生产。那等于一年要忙三次，哎，对对对对。现在进行的作业，工作作业就是除草，因为我们是算比较友善的耕作模式，什么叫友善法？所以很多很多野草很友善，就是对它会比较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 ，Hello， 你好，我要踩你喽。在进来的时候要先唱，有情人人都需要有情人啊。但是我们现在面积比较大，好，所以我们除草的模式也有做些调整，因为现在我们农业政策是要。省工啦，人力不足，所以呢，这个要用机器替代，替代。好好好，那我们来体验看，来来，开开你的车子。那你先上座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上座上座。对，会开卡丁车就可以了。好，开始啦！寸草不生。相对友善，就是我们只是把它割短。就好像我们头发长长了，把它修短而已。因为矮化最主要目的是让这个草自然覆盖在这个土壤上，那它就变成它的有机质的来源。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我们可以透过化学肥料增加的甜度、大小、颜色，都可以改善它，但唯独香气，就是要靠我们土壤的有机质，可能要五六年以上才可以培养出来。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很强很强。第一次开就上手，很适合。威哥，哎，他说这里缺工缺得很厉害，哎，看你有没有机会踩刹车熄火就可以了。对，哎，好像还蛮干净的，还不错。那我们现在让你体验看看有香气的水果哦。凤梨释迦哦，它的采收很特别，我们是用把脉的手感去触摸。凸起的鳞状物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那个凸起物会非常明显，尖尖的啦。首先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凸起物，凸起物，尖尖的，尖尖的，应该还没有熟。那你可以摸看这个跟这个的差别。哦，这个很硬，对，壳应该差不多了，蛮远退化，蛮远，不太凸了。有脏东西吗？有脏东西，这个就平平的。是，哎，为什么释迦都要套？套袋是一种物理性的防治，主要是防一种叫东方果实蝇，它会在果实快熟的时候呢，把卵寄生在果实内部，果实熟了打开就会看到。高蛋白在里面，吃的对身体有益，但是对心理有害。是我好营养哇，好不舒服，好营养哇，好不舒服。那我们有特地先把拆开来，里面长什么样子？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十八禁，因为他们都没穿。它现在全裸，它的凸起的部分已经比较圆一点，比较不明显了。表示它已经成熟了。同时它的果色会比较偏黄，所以这个直接这样子。对，我们采收的时候呢，主要是因为。它的地头，已经木质化了。对对对，它徒手摘的话不好摘，所以我们就用定枝剪。用剪的，可以，哦，好剪。Good job, thank you. English, Happy New Year. 我以为 Good evening 呢。正常我们采收下来要大概一个礼拜才会变软。那你有现吃的东西可以？现吃的我有帮你准备在。听到你这个句话，我就知道你很懂吃。讲话的方式是朋友。对。还有另外一个伙伴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原来不是啊，原来他叫明算账明先生，青龙伙伴啊，青龙伙伴，他吃完释迦就越吃越香。这两杯是
这两杯是我们凤梨世家气泡饮。哎，这个赞呢，等于你们自己去找工厂找厂商研发的，因为它里面一粒一粒那个就是凤梨世家，残留在上面那个白白的，那个都是凤梨世家。哦，这喝起来会有那种优酪乳感。对啊，因为我是有加乳酸，那乳酸会接近凤梨世家的风味，所以我们用乳酸的风味去点缀它。这现在买得到吗？买得到。哦，那现在是新鲜的，是要切的，所以先教大家怎么样辨识凤梨世家。它软了之后呢，手感就好像压橡皮擦，压下去会回弹。它这是体验一下，没有这差异。刚刚踩下，这好硬哦。那我们的吃法呢？哎，比较特别，就是它丢上去，然后用嘴巴接。接。哎，我们要武士刀这样子把它空着切开。真的吗？切起来这样对着接就可以了。不小心能削到那个小蜜蜂的双眼皮。所以我们还是直接把它削皮切块。你以前是学农的吗？农二代，高中毕业哈，能跑多远跑多远。是是是，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还是会归于返乡。有些人会觉得凤梨世家甜度比较高，吃起来会有点腻，所以我们会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。那什么？柠檬角。这个原味真的是它的芳香程度很高。而且我觉得它最甜，倒不是说你第一口吃下去的那个，它反而是咀嚼了几下之后，它开始那甜度的释放才会比较快。我刚刚有一种跟世家亲吻的感觉。凤梨世家，它吃起来有一种热带水果的风味，又跟凤梨的味道又有点像，所以我们才把它取名叫凤梨世家。而且是这个皮壳也跟凤梨有点近亲呢。是这样咬吗？不是，它滴上去。好，它滴下去。你这个刚刚咬的第一口。你刚刚那个很伊鲁比哦，伊鲁比，伊鲁比是一个很可爱的蛋饼，真的。那甜度会有不一样的变化，对，有变，有点变化，然后不会那么死甜，然后但是等于有点提味，让它香气更浓烈一点。檬最妙的就是那个柠檬酸好像不见 了，那你直接吃又会觉得它超爽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，有不一样的吃法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们冷冻的节切的方式，啊，这个是有刚好脆冰整，就更软一点点。对，没错。但其实一模一样。对，那我们也有在推广，就是用冷冻去做甜点。做甜点可以做什么样的甜点？我们会看到香菜。对，传统就会吃润饼糕，阿舅妈皮皮烧肉，我们就吃冰的。这个是世家的果肉冰淇淋了。对，好专业哦。你这个感觉好吃哦。好妙哦，变成是水果在润饼皮里面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客官，行吗？他现在完了，等一下。这一段广告再回来。好浓郁哦。一路哔哔，一路一路哔，一路哔。因为它不是单纯就只有甜，它就是有那酸度非常非常的解腻，然后它因为它有那个小米那个脆度，对，口感部分会多了一些层次啊，就除了滑顺、甜香之外，还有一点脆脆的口感在里面。对，然后偏向偏到大木不吃就忍不住了。对，传统吃法就是软熟了之后，把它剥开，哇，满满的籽啊，这怎么会受得了？那个香气真的是跟太迷人了，跟凤梨世家完全不同。完全不一样。你讲那么多，我深深的爱上了气泡饮，真的超赞的。来一杯。然后他们一样有自己有做面线面条，这个也有世家香气呢，有一点点。那你如果只是吃水破水的白面条的话，它其实还是会感觉到微微的世家的香气。哦，但没有那么的明显。谢谢，再接再厉哦。一二三。一路比，请来这个糖厂，好像其实里面这是一个文创区，有一些文创的地方哦，而且他们把它整理起来，是一对夫妻哦。坦白说，他们也不是台东人，哎，但是我们他发现了台东的好。这位，嗨，你好，这位满脸灿烂的同学。哦，因为这么好，就一开始就有冰。这个冰没有加一滴水的冰。你柠檬店哎，柠檬姜姜好。
不是这里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台中人，是高雄人。当初为什么来台中？就是一个因缘际会，然后原本想说一年。应该就可以到了，就可以走了，工作结束。结果没想到被粘下来。哇！现在几年了？11年了。这个空间是后来大概6年前才打造。找到了，然后想说，哎，那要开始集合一些，算是台东一些在地的东西吗？对。就是一些文创，就是原名的，但它是有介绍一些文原图腾哦，图腾，然后变成扑克牌。原本我们在市集一个斜杠的老板娘，她用原名的一些图腾做了很多饰品，对，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，因为它蛮有美感的。像这边是一些南回的哦，这个是关山的有机。那它是集合农民的，就每个月会有一次的市集，它其实包装蛮特别的，大家猜一下里面会是什么？它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它其实里面是一张地图，它是一个关山老街的地图，后来它就变成很多饭店的伴手礼，因为拿到了都觉得很开心。其实我们之前的专业就是可以协助他们，包括行销啊，然后或是包装，大家一起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认知度，共创、共荣、共好、共享，比较像是合作伙伴的关系这样。因为我们要寻找一个类似伴手礼的校区，这边就是属于吃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伴手礼区哦，就是女生比较会喜欢的地方嘛。这里就是那个台东还蛮有名的饼干回头刀。其实市面上蛮少人拿来当饼干。对，这个是饼干，然后沾辣酱。这个辣酱蛮特别的，是绿岛的煎鱼辣酱，里面有鱼块。还有那个洛神的，可以吃看。这个应该是在台东以外吃不到的。它是果干的，但是它是整个风干的洛神。这真是第一次，对，会吃到一整朵的洛神。嗯，然后酸酸甜，而且酸甜酸甜，但蛮不错的。嗯，我又恋爱了。那个一路比，一路比的感觉又来了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这个一定要买一个。这个比较特别是池上的野蜜，那它这一个包装其实蛮有故事，就是它是267公克，是一只蜜蜂飞全球只能产这一罐267公克的，它其实是希望大家去珍惜现在可以吃得到的野蜜。有看到还有蛋卷，它其实是南回的蛋，他们跟一般的蛋不一样吗？对，他们自己养的。哎，它的蛋卷好像比较厚，它一只蛋卷需要5颗鸡蛋，真的贵的。它好厚，而且比重很厚实哎，哦，它好浓哦，就是香味很重，它蛋味超级爆多，一样，它这个跟年轮一样，它很厚实的，对，一层一层上去了。那有没有什么饰品类？饰品，台东有一个很特别的世家做的饰品，是真的世家，老板娘刚好今天有来，可以换她来介绍。这个都是我们家自己种的释迦，跟亲友的种的释迦，我把它风化之后做成，它每一颗都是比木头硬，才要拿下来做。真的，这个也是吗？我用不同的色料跟漆子下去做着色，像我这个已经用了5年多了，慢慢用它就会呈现像那个斑，成熟的果斑一样，像熟透的释迦的风味。5年的会有5年的味道，真的吗？这一种的话，黑色是没有着色，但是你使用过后，它的密度会慢慢在增强，颜色会随着每个人生活方式不同，它的颜色会做不同的变化。跟皮革一样，它竟然在小时候可以这么硬哦。这个是采收下来需要花漫长时间，慢慢的抽离水分，而且它不是每一颗都能都能做的。对，这个感觉用一用会像木头一样，那个开始核桃有没有？对对对，跟把玩那个一样。对对对，每个人在生活上不同的力道角度去磕碰出来，它的果斑都会在不同位置，深浅会不一样。那你再去摸它的时候，它的油脂在附着上去，它的色泽就越用越漂亮，而且会有属于自己的纹路。你看我这个已经捏了差不多半年，那是明高玉，对对对对。
对，它越捏越捏越 Q， 但有变小颗吗？不会的，这个的概念越摸越油亮，而且他把自己弄那个释迦叶弄在头上，然后整个头就像一个大的释迦，是我姐姐设计的，搭配我的释迦叶，是，好好好，那我们要一定要跳一下，对啊，真的耶，好有意思哦，应该只有你在做这件事情吧？我目前只知道我，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在做，对，我打电话帮你问一下。哎，那个信号不稳的呀，我听见咚。嘿嘿嘿，再多弄两根。哎呀，这样听得懂，听得到了。平板的，平板。别人有在用吗？仅此一家。好好好，以德为，以代当。啊，来来来来，好。哎，挂掉，等一下。哎，挂了挂了。好，那我就选择这个了。Happy ending 的，这个句点象征这次旅行的圆满，丰收回家。感谢你，谢谢哦。其实很多年前我曾经来寻找过奇鱼，那一天就是那个船呢，头扬起来，对，看不到地球，下去，看不到天。刚刚那个鲨鱼的阿姨有讲，她说许孝顺没来。啊，伊有甲我翁出海啊，偷看呢，就是你啊，对对对对，什么本人本名？对对对，我躺在那个码头躺了很久，快变成一条码头鱼了。阿姨都记得你一个，是哦，那很久了，对。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？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快点快点快点。